下边是进行通背拳的打带的练习。通背拳讲就是这操桩打带是吧？操桩呢，昨天咱们已经操了，就是说今天是这打带是吧？今天打的就是握带。通背拳讲的是这个一个是吊带，一个是握带，这两种方法进行。今天讲的是这握带是吧？就是说。 你缝一个这么袋子，这里边呢分这么几步进行。再开始练的时候，这袋子里边装的是高粱，它比较软的东西，是吧？高粱打过以后，这手呢它也不怕疼了，然后再装绿豆。绿豆完了以后就装沙子了，啊，就是咱们这沙土这沙子。沙子完了以后是铁沙子，分这四步去完成，是吧？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卧垫是吧？就找一个凳子也好，怎么也好，放在这上面打，是吧？将来还要进行这吊垫的练习。通拳这吊垫是也是分几步去完成。第一步是打一个吊垫，就是缝一个带子是吧？然后吊在桩子上，啊，吊起来，打一个。下一步呢是打两个，然后是打四个。 这三步完了以后，打九个，哎，就说咱们所提的说这个九宫带，啊，分这么几步去完成。今天就讲这个，就说这卧垫，啊，卧垫它分多种操法，今天呢，咱们就拿出这几种，是吧？给大伙儿呢就是演示一下，哎，第一是拍法。 拍法，现在进行的是拍法练习。这拍就是要求掌心朝下进行拍打，前后倒步，周身放松，要求就是在打的时候，周身的力。 贯达于掌指，要求是沉腰坐胯，在发力的时候是双脚蹬地。 下边是摔，啊，摔法，这拍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掌心朝下，这样拍，是吧？这摔呢是反过来了，掌心朝上，这掌背，就是也就是说你这手背子是吧？往这样摔打，啊，这回通拳的摔法。
周身放松，力打掌背，坐胯，坐胯直摔。坐胯发力，现在就看清了，这坐胯，对，发力的时候要往下坐。下边是劈法，刚才讲了，前边是一个是拍，是吧？这个掌心朝下，这样拍；一个是摔，掌心朝上，是吧？这回是劈，立掌，这位置劈在上边啊，就这个劈法。把臂甩开，拧腰坐胯，
往下坐，发力。下边是杂法。 这是第四动杂法。 全心朝上。 全都撂那儿要平稳。 这手在动手当中就是这个，是吧？这儿见着以后就砸，是吧？这一般的抗不住了，是吧？还有这地方，是吧？撂上就得。拍手开始那拍法也是，这掌练好了以后，这要拍哪儿也受不了啊！但是就拍这地方他也受不了，啊，这地儿是吧？拍上就崴，是吧？拍摔，将来练手时候不就是这个吗？这是。 反背掌，是吧？正好，就打在这部位了。就这个摔劲，要是撂上以后，这前脸就没了，是吧？练好以后，劈也是一样，是吧？这劈，是吧？必须把这硬度得练出来，力度也有了，这儿进行打，是吧？这摔，摔，拍，是吧？劈，这个。 是吧？怎么打都行，啊，打这就跟打豆腐上一样，到那时候是吧？这刚才这是，将来就是咱们这个砸拳，是吧？这就砸他胳膊上，太受不了，啊！这练了，啪家就这面门，啊，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平稳了，啊，这将来动手时候这才行了，是吧？这稳稳的，这么打。
砸的时候脸冲正前方，下边是戳法。 这戳的就是这个，啊，这五指伸开，这个指尖啊，全奔的这个指下方，啊，这么戳。这戳的时候，在这个指尖啊，在你指的头上，这么戳。 对，背甩起来，对，停，这手指头记响点儿，这么戳。 戳下去，啊，这么走，就这甩开背以后，这手这样下来，这样戳，啊，看这劲，啊，这一直戳，回头然后反背，戳，这戳在这位置，啊，这几个手指头正好，这是，啊，岔开，成这形。 这样戳，啊，这在动手当中就是这个，这一打，戳脸，这是，啊，戳打。刚才讲了，这拳头这是这么打，是吧？这么打，是吧？这是戳，嗯，这指力戳在对方脸上，这么打，这戳完以后，哗，这就戳。这个反背就是为了这个，就是他这儿来手以后，这一反背。 正好戳在他这位置，是吧？那边反背也是一样，来手反背，所以说这反背的时候很重要，非得一定要抡开了，这样打，将来这打拳也是一样，是吧？抡开了，哎，这么砸，啊，就这儿，啊，这样练。 戳在他这位置，是吧？那边反背也是一样，来手反背，所以说这反背的时候很重要，非得一定要抡开了，这样打，将来这打拳也是一样，是吧？抡开了，哎，这么砸，啊，就这儿，啊。
这样说，完了坐胯的时候呢，这手是这型啊，坐下的时候，啊，立的时候这样的，坐下的时候这样的，这腕子这地儿有一弓形，这样刀，啊，这用手时候，是不是啊？这么走，这手，在这实用手当中，这不就是这吗？啊，反刀嘛，正好，是不是？找这个，这手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这手挂过了以后这么刀，啊，你这要是练不好，你将来你实用手的时候你就不行了。一定要注意这地方啊！这一过了以后，将来就说这，把这手打开是吧？咵，就回去。这时候就是这就刀去了，戳，这戳，啊，这是反戳，这是直戳。哎，用手时候是这样的，啊，这一溜。打打打打打，前面跟豆腐一样，是吧？就这一反手时候这么刀，啊，这进人戳就是戳这进，然后戳在脸上，找这个啊，来，就是照这人再练，嗯，哎，对。对，就这么样的走就行，是吧？这戳下了以后，你说这不这样是戳的时候这样的，这样是这样戳啊，正好这反下了以后，啪，这戳上了，就是这一反背，啊，一反背这身子正了，然后向下戳，这走啊，坐下来，啊，比这个麒麟步低点啊，这样戳，这走就行。哎，好，戳。停。下边是双拍法，双拍是要求两臂展开，抡起来以后，在头的前上方，然后往下抡打抡拍，在拍的过程当中，也是要求要坐胯拧腰。要稳准狠，拍下要实。两掌一前一后错开，嗯，啊，停，哎，就这么打就行。这两掌，这一前一后是吧？这样放开，找这个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两掌不要分开。
分开将来你就没有用了啊，两掌一块儿。这将来动手时打的是红点刀劲，这么打，啊，两掌一上一下，啊，来，再打一下，哎。 下一个是双托闷掌，来。 这双托闷掌是这么个劲啊，就是这手往上，就是比如说这样平着吧，是吧？往上搓，然后这样去这劲是吧？闷在这儿，就是往上搓，搓起来以后闷是吧？您比如说这儿碰上对手时候是这样用是吧？这手是这么样的，哎，往上搓，搓闷啊。 掌心用力闷啊，意念的掌心呢，往上搓，搓闷，在这就是呢。这里边就一按劲儿，啊，就找这个，就是这起立后是吧？往上搓着走，然后这么按是吧？找这劲，再来了，按闷就是。 往上一搓，然后一闷，在用手时候就是往上搓，往前闷。 下边是双拍拧掌，这掌是这么样的。为什么要双拍拧掌呢？就是这拍下来是吧，同时这样一拧，啊，然后在那半拉拍的时候往那边拧，是吧？ 就是这拍，比如说打人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是，这手这不拍上了是吧？拧这么打，啊，往前，往他的右侧这样拧。
是吧？再拍，拍这边拧，啊，找这劲，就是拧着打，是吧？不是直拍，是吧？拍就拧，是吧？就这个，这打这上就是这一拍，拍就拧了，是吧？这拍下来，这就拧，是吧？就这顺着劲，就是拧这个，是吧？这拍下了以后，拍就拧，找这劲，拍的同时拧，啊，就这样。 拧，拍同时拧，好，注意拧，拍同时就拧。 沉腰作画，停。注意这手就这样的，是吧？在练习当中，是吧？这双手起来以后，这怪，这不下来了吗？是吧？ 这拍下来，这手这型，这样拧啊，这么走，往下一拍是吧？这样掐着走是吧？就扑实他就得拽，就是打同时这样就走啊，就这个下来就走啊，下来就让他走啊，就得拽，拧呗是吧？这一拧就走，就这同时打出一整力来。 啊，就这个，懂，就这，这一下他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得打转起来，是吧？得这么找，啊，来打，哎，拧，非给他拧起来，这叫拧掌，哎，两掌乐那以后同时用力，哎，这次顺这方向，下次顺那方向，这样拧出，哎，就是同时用力，连拍带拧。 下意识是左砍右砸，实际上就是，比如说左手砍右手砸，右手砍左手砸，就是这个手砍砍下去，是吧？这儿砍，换手这儿砸，这儿砸下去啊，然后这手这手砍，这手砸，啊。 俩手交替，这儿，这个，啊，这么砸，就是这手砍，这手砸，是吧？这手回头完了事儿就砍，这手又砸，这么走。 直砍直砸，实际就是劈砸交错俩手，
哎，稳准狠，要砸上要稳。在练习当中，一定要注意动作要领，周身放松。甩臂的时候就跟绳摔秤砣一样，抡起来。周身力放在拳头头上呢，停。这时候注意在砸的时候是吧，就是在劈的砍的时候，就这个是吧，意念要放在这个位置，就注意啊，放在这个位置。在这个坎当中，是吧？因为这着力点在这儿呢，是吧？这五指并拢，啊，并紧了，这样咋劈砍，啊？然后这拳头也是，拳头全面朝下，这样砸，全心朝上，是吧？甩臂时候，就等于这个手这绳上拴的一秤砣，这面甩，是吧？这面甩开，这么砸。啊，这手，这个部位着了点在这儿呢，啊，握成这虎拳，握紧了，这样打，就是一甩背，到这儿一掐拳，哎，找这个，就是粘着它掐住啊，这样，这么走，甩背时候就说还绳一样，拧腰做胯呗，是不是？这样坐下了以后，往下砸，这么砸，砍了以后，他这儿砍也是一样，是吧？这手，这儿砍了以后，哎，这儿就砸，找的是练的是这劲，是吧？重复一下，这个对敌人行，是吧？自己人不能这样使，这拳头砸完了以后，要砸谁脸上也受不了，是吧？一下就是面部砸没了，是吧？就注意这练法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是吧？练，就说注意这意念在这儿了，这砍的时候，啊，周身放松，这劲，放松了以后，这样就行，打下来，周身力全放在这儿，啊，掌握要领，慢慢练，来。下一个是单拍双贯，这个是就是发力的时候是这样啊，单手劈是吧？拍，单拍是吧？这手灌下来的时候是这个是吧？这两掌下来这劲是吧？往一块走，也就是说这几劲是吧？这是那天练那个不是拧吗是吧？下来以后直接拧。这个呢是往里挤，这劲，啊，就是拍的时候，往这一拍，同时往里走进，走这劲，啊，就是拍的同时往里走进，就是这手往里掐，
就往里合再进。啊，这拍下了以后，这儿走进，是吧？向前方，这么走。啊，这就是，这儿拍下了以后，往里合进，就是两背。这俩背是吧？往里合，后边圆背，这就行了，往里去了是吧？打这时候就这么打，往里走，啊，是吧？往里走，拍的时候就是这一拍是吧？拍完了以后，这俩手往里挤，这一手走，往里头一挤，啊。拍下，同时往里合力，啊，往里合，嗯，嗯，停，往里合着打，是吧？就是刚才讲了是吧？这拍完了，这拍完了以后，这双手、双掌这是下了以后是吧？往里打着进，啊，就是说粘上这个袋子以后，这同时往里走，连往下拍进，再往里合进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这样的往前走着进，然后就是往里合，顺着走，啊，就在这方向这儿看，就是这儿下了以后是吧？往里合着走，找这进。啊，别直拍，是吧？也不是光这样的，是吧？往里走，这进，是吧？这进路是这么样的，往里合着走，是吧？这一起，走，对，往里合。这打的人身上就是这进，打往里挤，往里挤着打，不是直打啊，是往里挤着往后走，就同时用力，就是这进啊，往里合着来。也就是说，往里挤进，对，好，嗯，这叫怪。打出稳准狠来，嗯，哎，起来时候两掌互自然放松。握袋的操法，简单就说到这儿。在这个操这握袋当中，实际上就是配合这通拳的动作，是吧？将来动手时候，就是用上这些手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，刚才咱们打的这些手，拍摔也好，是吧？还是砍，是吧？这都是这手，是吧？这手就摔上了，将来这摔这力就放在这儿了，是吧？咱们练的时候，老是练这个，是吧？拍就是打到这儿的了，是吧？手硬度够了。力度也出来了，是吧？在这个变手灵活当中，这就打了，啊，还这戳，刚才讲了，这一走，这手就戳，是吧？你练半天这袋子了，到时候你不会使不行，是吧？这就戳，是吧？这糊了一下，就是这砍，是吧？也是，这砍完以后就戳，啊，这回就怪，就照刚才这掌似的，不这样直推你，我这样挤你，是吧？挤得你里边不好受，然后往下走。找的是练的是这劲，是不是？还有这闷掌，
他重复一下，这是同学的内功练习方法，是吧？他这意念全在掌心，双掌心呢，是不是啊？踏上以后，他这时候你瞅不出使劲来，是内里头往外走，是吧？是掌心往外走进，哎，他是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一定要练习功夫，练这个功夫当中，体会这些动作要领，扎扎实实的去练。